和牛在日本被视为国宝，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牛肉，也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农产品。提起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农产品，和牛肯定算一个。日本和牛的肉多汁细嫩，肌肉脂肪中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，风味独特，肉用价值极高，在日本被视为国宝，号称世界上最贵的牛肉，征服了日本乃至全球无数挑剔的食客。2018年日本和牛的出口同比增加三成，达到247亿日元，创历史新高。除了加工食品和酒之外，和牛已经超过苹果，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农产品。日本和牛是如何在畜禽生鲜产品中脱颖而出的？一、血统。和牛是日本改良的牛种，品种是产业的基础和前提，优势产业必须拥有优良的品种。但优势与特色并非一定天生，许多地方的特色品种和产业优势是精心培育出来的，正所谓没有优势去创造优势。纽西兰奇异果并非产自本地，品种是外来引进的，其产品和产业从无到有，从有到优，培育出当地特有的新品种金果，后来整合抱团发展，成为全球最著名的水果品牌。和牛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日本国产牛，而是源自日本改良而成的牛种。江户末期肉食禁止令的逐步放开，直到明治时期，日本民众才开始广泛接受畜肉，所以日本人正经吃牛肉的历史不过百余年，而日本和牛的历史只有短短的60年，比肯德基的历史还短。19世纪初，为了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，日本人先后引进了多个国外优质品种的牛与之杂交，最终得到了体格大产、肉量高、饲养周期短并且霜降明显的优质肉牛。日语用一个挺美的词"霜降"来形容这种在牛肉肌理之间网状的细小脂肪。上世纪50年代，日本政府为了保留住被日渐稀释的原产牛的霜降基因，先后确立了黑毛和牛、褐毛和牛、短角和牛和五角和牛四个品种为和牛，其中黑毛和牛最受市场追捧，总量几乎占到了全部和牛的90%。之后日本为保证和牛血统纯正，对和牛管制非常严格，用人工受精来繁殖和牛，并且每一头和牛都需要申请血统证明书。和牛用玉米、大豆、小麦、大米等做成谷物饲料饲养，牛的体重从出生成长到屠宰都受到控制，以保证和牛肉质的优良品质。二、等级。高标准倒逼高质量饲养，和牛享受神仙待遇。日本对牛肉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制度，肉质等级由脂肪交杂的程度、肉的色泽、紧实程度与筋的粗细、脂肪的光泽与品质四个项目作为综合鉴定，取其中最低的等级作为判定标准。也就是说，即使色泽、紧实程度和脂肪评分都为5，若是脂肪交杂程度为3，最终的肉质等级也只能评定为3。大多数情况下，日本牛肉等级会将 BMS 和规定分级结合起来综合评定，简单来讲，数字越大越好。为了得到更高等级的牛肉，日本的养殖场可谓不遗余力，通常较高级别的黑毛和牛会培养至700公斤左右出栏，至多需要饲养28个月。然而为了得到风味更好的完美牛肉，一些农舍常常会继续将牛育肥至32甚至36个月。在和牛的世界里，只要超过30个月便可称作年增牛，牛肉内累积的风味物质更多，陡增的油酸含量也会让脂肪熔点变得更低，入口即化的完美口感也更胜一筹。为和牛的不同生长阶段定制饲料已经是小意思，农舍还会给他们马杀鸡，帮牛按摩，按摩刷有助于让和牛的皮下脂肪平均分布，还有喂啤酒，现在更多是用加入啤酒酵母的混合饲料替代。有的饲养者甚至会在天冷的时候帮和牛穿上防寒外套，并且每天都要用温泉水给牛洗澡。三、品牌。名饼和牛超越产地建立，起初和牛都是根据产地来命名的，这样做的好处是很容易区分产地，但带来的问题是在同一地区饲养的和牛血统肥育水平参差不齐，人们发现这样命名并不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。于是牛肉养殖协会按照稳定血统、特定产区、优秀品种等标准，对筛选出来高级和牛进行商标保护，也就是所谓的名饼和牛。名饼就是名牌的意思。如今各类和牛的品牌已经超过200个，日本四大和牛松阪牛、神户牛、近江牛和米泽牛都是名饼和牛。松阪牛是高级牛肉的代名词，脂肥味美，价格也相对昂贵。松阪牛是一种牛肉等级的表示，也是一种饲养方法的表示，而不是一个牛的品种。松阪肉牛协会规定，只有属于日本食肉革副协会 JMGA 评定的最高2个等级的牛肉方能称之为松阪牛肉。
普通的松板牛把各地出生后成长未满12个月的黑毛和重担马牛带到三重县内特定区域饲养，细心育肥500天以上，且只有未经生产的雌牛所出品的牛肉才能称为大名鼎鼎的松板牛。特产松板牛更是用生于兵库县的纯种但马牛持续育肥至900天以上，小心翼翼地对牛只的身体状况进行管理。每年松板肉牛品选会都会举行评选松板牛的比赛以及公开竞拍活动，比赛的冠军牛只通常都以天价被拍卖，例如2017年冠军牛只拍卖出2500万日元，约合新台币562万元。和牛参加奥运会，为民也为利，财团法人全国和牛登陆协会每5年会举办一次全国和牛能力共进会，这可说是和牛圈最大的盛会，素有和牛奥运会的美称。大会中会评选出全日本最好的牛，分为重牛跟肉牛项目地评鉴，获奖的和牛会增加其市场价值，所以日本各都道府县都十分重视。2017年宫崎牛夺魁拍卖环节中价格达到了2063万日元，折合新台币463万元，这头牛还将作为日本第一和牛出现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。这一集解密到此为止，订阅我，你将获得更多有趣的知识。